哎，我觉得这个茶籽好像长得比上次我来的时候大很多嘞。对啊。哦，一下子大好多。都可以，它是要收成吗？还是自己会掉下来？自己会掉。我没有收了。没有收。我没有收。十二月了，十二月的时候就可以收了。十二月收，然后。原生茶会不是讲究要原生茶吗？对啊。就收来这个。十二月的时候来收啊。收，然后给它浸泡两个月。浸泡两个月。浸泡两个月。把它干燥。不用，不能干燥，浸泡两个月，让它发芽。用水泡。用水泡，泡着。然后呢？你要种。对啊，然后让它发芽，发芽出来，然后再移植到土里面，一点点，有鼓起来就可以了。你有土吗？啊？你种花盆吗？没有啊，很多地方都有土啊。我们现在有土的地方很多。你们家？这边也可以种啊。这边已经满了。不会啦。很多地方可以种这里。种子生的就会发芽吗？不是像稻子，它就有干燥啊。稻子它也要有水啊。对啊，比如说，但是它都有经过干燥以后，然后再发芽。稻子跟树可能不一样，像那个。这个茶籽也差不多呢，里面是黑褐色的。有，现在香了，不是有。